first page of our story. The future seemed so bright. Then the saint turned out so evil. I don't know why I'm still surprised. Even angels have their wicked schemes, and you take that to new extremes. But you'll always be my hero, even though you've lost your mind.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Now there's gravel in our voices, and glasses shattered from the fight. In this tug of war, you always win, even when I'm right. 'Cause you feed me fables from your head with violent words and empty threats. And it's sick that all these battles are what keeps me satisfied.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So maybe I'm a masochist. I try to run, but I don't wanna ever leave till the walls are going up in smoke with all our memorie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欢迎梁一，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你的号王牌了，梁一，一星了，你看有没有要领的，去领一下呗。我不知道要领什么，你等一下，我要上一下。
夜风轻柔，三千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情偏无期，灯光底抖落了晨曦，在1980的模糊屋体。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等一下，我在上别人的微信，新手机它又得验证，好麻烦。等一下，我要换一个键位，86 7429 3570 9653，还有什么？73。与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与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
如潮浪般发生，互助能如风，到梦曾顺如笨钟，我能数空空，漆黑之中惊醒如能放，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深宵三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竟已荒芜，光阴匆匆漂泊漫长路，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北风吹散我的涌动。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与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与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与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熄灭着盏街灯，护住冷如风。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茫茫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哎，上王牌是不是有那个闪的呀，梁一？你要领，记得自己领一下哦。我没跟你领，我不知道在哪里领的都。哎，等一下，我贴个膏药。不贴太痛了。靠膏药续命，真的是。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每天靠膏药续命。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
快的感觉飘上面。他只是经过你的世界，并没有。我把机改少，根本就不是我手机的问题，是我手本来就痛，本来手痛就影响了发挥，肯定降机啊。你们不会一直以为我是因为手机我才把机给剪了吧？你们该不会不，你们为什么我中午没播了？就是我手太痛了，我没办法播那么长时间了，要不是手机的问题。我手痛，手痛的不知道能还能播多久。我连续打了5年，然后每天都不休息，每天10个小时。你看，你看你能不能这样子玩，或者是说你的手能不能像我这样坚持这么久？节假日过年你也别休息那种，老粉丝都知道我一天都不休息，连续5年每天这样子，每天8小时咋地？你看看你的手会不会这样子，腱鞘炎劳损。所以不用老是在那些那里说风凉话，知道吧？我以前我也不是播这个游戏的，我以前播别的游戏啊，这游戏我播了3年多啊。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不要乱去说，知道吧？直播5年攒了几百万，我不是其他那些大主播，我只是个小小小主播，你自己看一下每天直播间流水就知道。而且我以前我人气又不高，5年攒过了几百万，你妈扯淡吧，你真的是。我都说过了，又不是每个主播都赚钱，那你有些更小的主播呢，那老是搞这些有的没的。我播了5年，我连套房我都没买，
我还是在这种三四线小城市里面，自己想一下好吧。不过首付还是够了的，首付还是够了的，那是全款倒是没有，全款你自己想一下，五年了好不好，根本就没有你，我没有车，我也没买车，我什么我也没买车，我哪里买车啊，没你们想的那么什么一个月妈年薪百万啊，这那的。赚够首付也不错呢，你像我一样五年没有社交，天天工作，这五年时间不都能攒付首付啊？那四线小城市十几二十万首付，欢迎川龟。在爱好里找工作，肯定你会干得开心一些呀，对不对？但是各行各业，我觉得哎呀，我这个键位也忘记搞了，我们这边房价好像是五六千一平吧，我们这边小城市，四线五线，要不兄弟们来我们这边买房吧，我们做邻居算了，做兄弟。
个锤子大猪不？欢迎婉婉，上门也不是不行啊。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那我五年全勤是为了啥？你不搏一搏，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你总不能还没开始你就放弃吧，对不对？那至少还是有进步呀。你不能跟别人一样当条咸鱼吧。你不奋斗一下，不认真直个播，是不是？你怎知道自己行不行？怎么这么穷啊，连个药都没有。哎，被救起来了。嘿嘿，自救器，我就喜欢杀你们这些有自救器的糟老头子，我给你打死。再让你救起来，灵敏度我还在调，所以还没有灵敏度。等我调好了，我会发在微博的。
我在想要不要开半途。但是开半途的话，手机就会有点晃了，你们就会看得头晕。不过前一开始肯定会晃，但是如果到后面的话，可能就不会晃了。我的年薪多少？我的年薪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高。我的月薪也没你想象的那么高。都跟你们说过了呀，我们这边房价是5-6千，然后我5年我就攒了半套房的钱，自己想一下我的年薪有多少就行了。我播了5年了，因为你要想一下，我一开始直播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人气的呀，对不对？那我也是，你们不会以为一开始直播你就会很高的人气吧？可是你要每天8-9个小时，然后过年你也没得休息的吧。
然后这些还不还，然后这些还不能算家里的开销的，那我吃饭在家里吃，对吧？谢起个名费贼费劲的办卡，我没买。我怎么点了没有用？浪费了我一颗手榴弹。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什么月入好几万多少多少那么多，
没你们想象多那么多好吗？别的主播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你们的好奇心应该满足了吧，是吧？谢谢蓄意东兴的办卡。妈的，这个破卷轴！
呀？怎么开播？完了，我第一把干嘛吃鸡啊？神经啊！干嘛开播就吃鸡啊？服了，草率了。看报精彩违法高光时刻，主播打得不错，没点关注的可以点波关注哦。咱们在站外观看直播，微信订阅的可以点关注啊，兄弟们。等一下，我这个键位还要调一下，刚刚我下车点不到。开个竞猜，赌神们开始下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赌神们开始下注，右边拉满，别墅靠大海。谢谢医生哥的心心相印。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右边拉满就是不能吃鸡，不能十四杀，不能八杀，懂吗？叫你们拉右边，让你们赢，懂不？我这还没有换四指五指，因为我想着差不多了，毕竟娱乐主播没必要搞那么多手指头，搞个大众化一点的三指。其实以前我蛮想换成五指的，但是后来那个八 P 感觉太小了，那不好换，打个三指算了。说实话，我换手机确实丝滑多了，真的，这个不骗你们，这个确实比八 P 丝滑多了。毕竟九十帧它还是要牛皮一点的，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比以前丝滑一些了啊。肉眼上的丝滑就已经这么丝滑了，别说是玩的了。
至少我现在没有老是被延迟伤害给打死啊。现在我死的话，一般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太菜了，没打得过别人。主要还是太菜了，主要还是变菜了一点。毕竟年龄也大了，是吧？溜了溜了，不收了。我换手机了，为什么要加机啊？换手机了，只不过是因为我的硬件升级了，但是我本人操作实际者他并没有升级啊，我本人实际操作者我还手痛呢，那不是影响了我的发挥呀、啊？那我要是现在手不痛的，你别说三级了，我每天吃八把鸡都行，归根还是手痛，兄弟们。这有什么找借口的？你自己去看一下，2021年3月份后，还有3月份前，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老是觉得我在这里骗你们，老是觉得我手痛，也没有那么痛。不就是一个手痛吗？能痛到哪里去？肯定你们心里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是真的痛。你不用力的话还好，你用力稍微一用力的话，你这个手就会痛，然后就使不上力气那一种。你们能懂吗？就劳损嘛。那你要我现在变成以前21年年头那样子，我感觉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给我休息个3-4个月，我手好了，完全好了，那可能还有机会。职业病吧，这就是相当于。你看我现在中午也没播了，我要是手不疼的那么厉害，我中午肯定还是播的，是真的很痛的。医生说让我多休息，我去搞那个膏药什么的，贴了好多一堆膏药了都，什么草本膏药呀，什么冷敷啊、热敷啊，然后那种磨的那种草本那种药磨的膏药啊，我都贴过。膏药只能缓解又不能好，好的话医生说要静养个2-3个月3-4个月。
十点后带十点后披露的，十点前打单死。抢你人头！这里应该有一个 Find home Bang 哎呀丢完了一丢丢哇这里好多空投啊香哦起飞！现在只有 P90 可以让我起飞了。P90 这把枪好牛批。等一下，考一下剑尾。我知道贴膏药不能只能治根治本不治根啊我知道啊那膏药贴着没有用的就是缓解疼痛的呀你看我每次又开播的时候我之前贴一下我平时不贴的这个航线我去核电站应该有用吧
谢谢长工的办卡。不会我这把又要吃鸡吧？真的是，嗯，好烦哦，又要吃鸡了。别搞啊，我不想一开播就吃两把鸡，那今天就没有悬念了都。这把要是再吃鸡的话，那我就只能被迫加一级了，要不然没有悬念，是不是？不过这把还人还蛮多的吧，还有39个。39个人，口令站应该没有人吧？口令站去看一下，狗风仔最喜欢来口令站了。大河、小河，小河老六最多，小河上面他往上面一趴，别人都看不见。有点掉帧。吻过你的脸，藏在我的身边，再爱你几遍。我吻过你的脸，藏在我的身边。肯定啊，你再掉帧肯定还是会掉的呀，这是感觉知道吧，就是有时候可能附近有满编队的时候或者人多的时候，它就会突然一下子卡一下，但是很快就会又好了，它那个卡就卡那么一瞬间，所以你经常玩的话你就能知道它卡的周围就是有人了。平板都掉，你别说手机了。这叫做苹果自带小型外挂，知道吧？苹果自带透视。研究所看一下吧，这把吊人有点快哦。有人吗？有人吗 ？Hello。
这人都跑哪里去了吧？换一王牌，差不多。哎，有人，有车，有狮子，他停了。抬走，哇，这把枪好好用啊，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换成红点就好了。我感觉我换了手机以后秒人挺快的，你们发现没有？以前我玩最后那几天用 8P 打人，感觉打了别人好多枪，肉眼可见我击中了别人的很多特效。那个不是掉血不会，他们击中不是有那个击中特效吗？那闪了好几次都不是。我刚刚在龙上面是不是掉血啊？在龙上面会掉血吗？但是我感不是不会掉的吗？我吻过你的脸，藏在我的身边，在狗东西有自救器，你好坏哟！下龙的时候肯定会挨打呀，这不是很正常吗？下龙肯定会被打呀，那是肯定的啊。我知道他们想干嘛，他们想飞上去，你知道吧？
哎，我飞不上。我也是，我刚来这个位置，我就是想飞上去。飞不上。粉丝牌子佩戴在发弹幕的左边，有一个小爱心带一个翅膀的标志，点开有御贤的牌子就有，没有的话你就得送半了。这里有人，我们直接网红坡飞上去。哎，我擦你！这波没办法，我只能跳下去了，我只能重新上我的车。下来，抬走。他这个逼是不是有自救器啊？他把自己救起来了吧？这波我还好上车了，兄弟们，我这波要是没有上车的话，我就死了。这波我要是没上车，我就摔死了。这里是轩，可以待一下。几个人跳的前五啊？还有没有人记得？够了，这个枪子弹够了，足以。他在嗑药，好嗑吗？糟老头子，车上是不是有人啊？
个 B 他有自救系，丢，难怪我说他怎么没死。Find the home，Find the home。又吃鸡啦，哎，真烦啊，怎么又吃鸡了呀，真烦啊。谢朱大侠的办卡，觉得主播打得不错，没点关注的可以把关注点一点，给大家开个火力全开，点关注发送任意弹幕领取海量鱼丸，鱼丸可以用来竞猜的哟。能吃四杀，能吃鸡，能八杀，三个左边。谢谢婉婉的两张钻粉卡，谢谢警外小哥的钻粉卡 ，Thank you。站外观看直播，微信点击的小伙伴们可以点播关注啊。有条件的话可以送一张办卡，可以卡个牌子。昨天和前天是因为键位不熟悉，新手机，慢慢打两天两三天，键位熟悉了以后就好了。谢老哥如新的办卡。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这把跳一首军事基地吧。做鸡吧。办卡只要六元。兄弟们，哥哥抽华子，少抽两三根华子不就可以送个办卡了吗？抽烟还有碍身体健康，你看送个办卡，还可以拥有咱的粉丝牌子，这不比是吧？这不比戒烟香吗？少抽几根烟，对身体有害健康。十点后披露的呢，十点前打单是。你看我都不抽烟，身体倍儿好。
插一千。留一首。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谢谢朱大侠的打开。给别人吃把鸡又怎么嘛？我连吃两把鸡，那总得给别人点机会吧？那老是我吃鸡，那别人不要玩了。让别人吃把鸡，那又能怎么样呢？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我怕个锤子，我打方块机，我怕这有什么怕的呀？不都是一样这样玩吗？王牌局又不那个啥，很多王牌都是狗分上去的。怎么样看一个人厉不厉害，你要看他的场均伤害，懂吗？就他平均下来每把可以杀多少人，但是其实场均伤害也不一定能看，因为有些人他喜欢补人，然后就补出了伤害，你要看他平均每把杀多少人。哇，这两个人开车跑啦。这是什么操作？他们来这里是想来狗分的，然后有人就跑啦。丢，这么怂。见人你就跑啊，他不会就是差一把上王牌吧？那这种人我特别想杀，别让我找到你们。哥指定让你掉大货。这为什么要跑啊？你看，你们知道为什么王牌的好多那个王牌就是这样上去的，见人我就跑，哎，我就跑。他本来是要在这里收的，但是他发现这里有人了，他就直接跑了。你看，刚刚有个人还想打我。他搞偷袭，没偷袭的我死了。他要是我死了的话，他们肯定不走了，他们就在这收着。
应该不会是龙狮神吧？我感觉他可能会去这几个野区打野，你们信不信？可能去小鸭城，那一队肯定不敢去龙狮城。他如果是那种要钢枪的人，他肯定在这里就把我杀掉了。哦，对，我可以打年兽啊。航线不是龙狮城，我跳龙狮城干嘛？我还开车去龙狮城吗？没必要啊。好香，哦，根本拦不住。溜了溜了，直接一个三级甲。这把航线是哪里到哪里的？看一下。哎，我的航线呢？是吧，我们去一手鸭城，鸭城的龙那个狮子被拿了，狮子狗。谢谢景阳的办卡。哎，这里有人。你过来呀。妈了个巴子。别跑啊！跑什么？你他喵的车上坐着人，你打一个蹦蹦车你都不敢打？哦，不会就是这两个逼吧？哼，不会这两个逼是从 S 城里跑出来的吧？哎。好像就是这两个逼，好像是他吧，他刚刚那个屌毛也是100 UCI。 是不是他？兄弟们，是不是这个屌毛？你是不是从 S 城跑出来的？跑啊，你从 S 城跑啊，你赛跑啊。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马家花哥。开门有惊喜，
开门就能见到我这么英俊帅气的脸孔。我也想要这种，我也想要这种惊喜。欢迎小豆。小美呀，你个小美。救救我，我是小美。救救我，小帅哥。抬走，送你个平底锅。溜达溜达。假如你们在游戏里面被平底锅这样子丢死了，你们会不会开全部麦骂人啊？就是怎么能骂人呢？文明游戏，绿色游戏，不能骂人。打妹打妹，我只要水。这波过桥圈，哎，这边已经打下了。过来劝下一下，动车了。
哎，为什么我点不了啊？哎，为什么我掐雷的时候我不能蹲起蹲起啊，兄弟们，我掐雷的时候我不能蹲起，是不是有 bug 啊？还是冲突了，键位冲突了是什么？看什么看啊，没看过靓仔啊。我允许你看我了没有啊，你就看看看。那个人在车上被我扫下来了。炮台后面有两个好像。这两个人为什么敢停车舔壳子啊？谁给你的勇气啊，停车舔壳子？这太贪了吧，停车舔壳子都来了，丢。那个废车后面的应该没人去救吧。你跟我对什么枪啊你？谁给你的勇气？压死币，压死币，直接送。抬手，欢迎阿叨叨。抓住机会直接冲，兄弟们，谢谢阿达达的六张钻粉卡， thank you， 谢谢阿达达的六张钻粉卡完成了三星， thank you。香啊，太香了。哇，这两个逼这么肥他还这么贪。
有个超级空投还要停车舔壳子。你终于赶到最后这一点时间上王牌了。这个人跳船跳得好果断，你以为我要过桥啊，其实我是要从这边下来哦，还想堵我的桥，想屁事。倒两个，补一个，直接松。我们去站高点，直接到这个最上面来，这个最高的石头。抬走，穿这个雪山精英的老六，妈了个巴结，不会吧，动都动不了啊，还好我可以动。他不动了，肯定是他以为我不会来追他了呀。毒圈外面谁会这样子打，毒圈外面谁会这么丧心病狂，一般人都早走了，怎么可能会来过来吓他呢。也就那种丧心病狂的人才会下死手，这都要打，太过分了，上个分多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从毒圈里面苟分开船进来，还要啊，我有龙啊，
Oh shit！ 完了，我没龙了。不过我这好像还是啊、哦，不是选。这就难搞了哦，不过没关系，我们不要框，先把空投掉了，我们点个空投先。哦，年轻人，你不讲武得搞偷袭，好过分！你看我框吗？我一点都不框。这波我们多带一点烟雾弹。哎呦，那里有个摩托车，但是时间不够了。这里刚刚有酒吧卡打我的，所以我们摸到这边来，知道吧？为什么我刚刚要从这边摸？就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人，所以我往这边走。多带点烟雾弹吧。我这里不是宣哦，房区几个人啊？房区六个，应该两个人吧。房区海边那、啊、好像是个满编队。Nice。右边这两个人我们不要杀，留着他。其实兄弟们，我这波我要是能去海边就好了。
往这边封个烟，封我的右手视野。我就知道我左边有人了。操啦！哎，左边那个逼死了吗？我那个圈毒圈外的毒死了这个屌毛！靠，我看到这个逼啦！嗯，难受。看一下我打中他没有。我知道我前面有人，那我要把他清了，你知道吧？十四不能巴杀，圈外那个逼卡着我了，要不然我早就可以进圈了。不过这波还是很尴尬。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直播间禁止发打工仔三个字啊，因为直播间发打工仔三个字会触发自动禁言十分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打完这把带路人去，